此际霹雳智慧推动捐赠医疗器材、挺医护、救生命运动。餐饮实业家邱国正捐出盈利，协助前线防疫。感恩陶师傅，他是第一位参与此际一起推动响应木心木爱的一个商家。当他提出用这种方式的时候，少少的盈利来做回馈的捐赠，让慈济去购买这个新冠病情的医疗器材，也为了要带动其他少团来参与。疫情影响邱国正夫妻两人共同经营的餐饮生意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，把线下的经营模式转换到线上，也回馈社会。我们有通过慈济捐出了75份的生活包来给那些 有需要帮助的人，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很相信慈济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慈济。那为什么我会用我一部分的盈利来到做这一个活动呢？就是因为我想跟我的粉丝一起做善事，因为你们买回去的每一份食材呢都充满了爱，同时呢也可以跟你们的家人呢共享这一份爱。都很够力的，透过网络的力量募集爱心，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更加难得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宝妮、柯有金，马来西亚报道。